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这一卷书哈，叫做 Deuteronomy，这个重音在 ronomy。好，这是我们的生命记哈，生命记，这个字比较长一点，OK，比较长一点。好，我们看一下 Deuteronomy。OK，所以我们在前面十四节，昨天我们讲到十四节，哇，38 years，对不对？他们经过了哪些地方啊？摩西在跟他们数算，Kadesh Barnea，他们离开了 Kadesh Barnea，然后他们穿过了 Zer Valley，OK，然后呢，他们经过了整个世代的人，OK，整个世代的人，perish 被毁灭掉哈，from the camp。As the Lord has sworn to them，这个就如同耶和华呢跟他们所发的誓。OK，耶和华的作为，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一代人，神不愿意他们进入迦南地啊。所以这38年之间就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从第十五节开始，The Lord's hand was against them。所以我们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具象的说法。OK。The Lord's hand，上帝的手呢，was against 都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哦，对着干的。OK，所以上帝手就攻击他们。我们中文翻译成攻击他们，意思呢，在英文里面就是说，他的手呢不是去扶住他们的，他们手的需要是击打他们的。OK，跟他们相反的方向，was against them until he had complete。注意这个。T 跟 L 也是碰到我们这个问题，两个辅音 completely，OK，我们就会跳一下，OK，这个音呢 T 没有办法完全特出来，所以就是 completely 完全的 eliminated 是完全消灭 eliminated，比如说你要把家里的蟑螂全部消灭，就是用这个字最好 eliminated。家里的蟑螂全部消灭，eliminated，OK？我要把我的坏习惯全部消灭，eliminated，扫除，就整个扫除、整个消灭的意思，eliminated，eliminated，重音在第二音节，OK？所以完全的消灭他们 from the camp，eliminated them from the camp，在营帐之中就把他们这些人统统消灭掉，这些人都不能进迦南地。Now, when the last of these fighting men among the people had died，要等到怎么样？现在要等到 the last of these fighting men，这些是 fighting men 指的就是这些打仗的人啊，参与打仗的这些人，战士一样的哈，这些以色列的战士，among the people 在所有老百姓之中的这些打仗的这些人呢，都死掉了以后，OK，the Lord said to me。等到这些人都死掉以后，我们的耶和华神就跟我说，这是摩西在自述哈，跟我说，Today you're to pass by the region of Moab at Ar。今天，因为等这些人都死了之后，他就说了，今天你就要 pass by，要穿过、经过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The region of Moab at Ar，region of Moab，那是摩押人的。区域，摩押人的这个领土哈，这个 region 是一个地区，你今天就要经过这个摩押人的地区，在 Air 这个地方哈，在 Air 这个地方啊，这都摩押人大部分都是山地的地区哈。十九节，When you come to the Amorites，OK，When you come to the Amorites 指的是那些亚门人哈，the Amorites 那些人地方的时候，do not harass them。Harass 就是不要欺负他们，不要对他们不好，不要对他们凶啊，不要对他们欺负他们。Do not harass them or provoke them to war. Provoke 就是去挑衅他们，挑起战端叫 provoke 把他们逗着他们来打仗啊，挑衅他们，说 provoke them to war. For I will not give you possession of any land belonging to the Amorites，你不要对这些他们的土地有任何的妄想，因为 for 因为我
将绝对不会给你 OK 让赐给你任何有关于 possession 是说让你去拥有给你这个所有权任何属于 Amorites 属于亚门人的他们的土地他们所拥有的我不可能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你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I have given it as a possession to the descendants of Lot 这一些人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子孙这些土地我已经把这些所有权 possession 是一个所有权我已经把它一个所有权这些继承的产业全部都给罗德的这个后裔了 descendants 是他的后裔所以你们想都不要想哈，所以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惹是非不要跟他们挑战端挑衅他们 That too was considered a land of the Raphaites 所以那个地方呢也被算成 Raphaites 这个地方的人 Raphaites 的土地哈 So 这些人呢 Raphaites 这些人做什么呢 Who used to live there 他们曾经住在那个地方 But the Amorites called them Zamzumites OK 但是摩押人呢这些亚门人呢就把他们叫成 Zamzumai 啊，把他们叫成另外一个名字啊。那里本来是这个叫 Raphaites 的人的地方但他们曾经住在那里但是被这个亚门人给赶走了亚门人叫那些人叫 Zamzumites OK 好 So there were a people strong and numerous 这些人呢是非常高大的啊，这些人很魁梧啊 Strong and numerous 而且生养众多很厉害他们这些人数目很多身材又很高大 As tall as the Anakites、啊、这里有提到他们跟 Anakites 的人一样很高大很高大所以那 The Lord destroyed them from、before the Amorites 但是神呢帮助他们在这个 Amorites 亚门人的面前就把这个民族整个给消灭了 Who drove them out and settled in their place 所以呢亚门人这个 Amorites 亚门人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人赶走这个民族把他给赶走 drive out 就是我们的赶走赶走以后 settle 他们自己就定居 in their place 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了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成为 Amorites 成为亚门人的地方22节 The Lord had done the same for the descendants of Esau 神呢做给这个以扫的后代以扫的 descendants 他的后代呢做同样的事情 OK 以扫这些人本来是住在 Seir、Seir 是一个山地的地区哈那些山区 When he destroyed the whole rise from before them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 Horites 是这个民族呢原来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把他们赶跑了、oh, OK 所以就让这个以扫他们这些子孙就可以住在那里 OK 好 They drove them out and have lived in their place for this, to this day 是一直到现在讲话的今天此刻好所以他们把这个外民族赶走了那个民族赶走以后他们就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啊。以扫的后代是这样子待下来因为他们把这个Horites 的这个后裔给赶跑了好 And as for the Avivites 还有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民族 Avivites 这个民族呢 who live in village as far as Gaza 他们住在加萨、啊、一直到加萨那么远的那个地方的乡村都是他们住的地方 The Capitalites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个民族后面的结尾都是 ite 所以你都是念 ite Capitalites 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容易猜了不要看到这些、字啊外民族的这些字哇一下就傻了不知道怎么念 Capitalites 所以这个 Capitalites 呢 coming out from Capital destroy them and settle in their place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的人也是把那里的外民族给赶跑了 OK 所以就接着住在那里 OK Avivites 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把这个什么 Capitalites OK、所以从那个地把那些 Gaza 那一带的 Capital 那些人通通赶跑了之后他们就可以住在那里好 Set out 是出发每次我们看到 Set out 知道犹太人又要开始出发了上帝有命令
去，大军要马上启动。Set out now and cross the Arnon Gorge. Gorg, OK, Arnon Gorge 这个地方，你要穿过这个河谷，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平坦的地方，两山中间平坦，我们就是一个河谷地哈，要穿过这个地方。See, 你们看呐、啊，哦、，I have given into your hand Sihon the Amorites. OK, 这个 King of Heshbon, 这个我们前面都有提过，这个王哈。Sihon, 他是 Sihon 这个人呢、啊，他是一个王啊。The Amorites, 他是 Amorite 的人哈 ，Amorite 的王 ，King of Heshbon, 他是 Heshbon 这个地方的王 ，and his country 还有他的国家哈，他所有的地 ，began to take possession of it and engage him in battle. Battle 是打仗 ，engage him 呢是把他怎么样，让他加入参与这个战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双方都要进入这里，你去攻打他，你跟他可以战斗啊，所以是 engage him。engage 指的是这个人就参与这个战斗，叫 engage， 把他参与进来你们这个战斗，所以你们就开始就可以怎么样 take possession of it。哦，这个领土是你们是可以拿的，这是 Amorite 的他们这些人的 Amorite 这个民族的他们的土地，你们是可以拿的，准备跟他打仗啊，打仗了以后就可以。他们的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拿过来了。This very day, 我们知道有一个习惯，每次我们看到 very, this very moment, this very, your very eyes, very, very, 哈，这个 very 的时候常常都是加重语气，哈。This day 就可以了，就是说话的这个天，这一天。但是 this very day 就是此刻的这一天，特别加重语气。This very day, I'll begin to put the terror.And fear of you on all the nations under heaven. 从今天开始，所以从此刻开始，神要有一个作为了。什么事情呢？神说他要开始 put the error, the terror and fear. Terror and fear, terror 跟 fear 都是让人很害怕、很惊恐的 terror。记得吗 ？Terrorist, 恐怖分子，后面加 ist 就是恐怖分子 terrorist。所以你知道这个 terror 一看就是恐怖啊，让人惧怕的事情，恐怖啊。Fear 呢就是惧怕，让人害怕。所以我今天开始，我要把这个恐怖啊、惧怕啊，把你们让万民都因为你们而惧怕，来可怕，把你们的这个恐怖惧怕呢，放到万民天下的万民去，让人家都害怕你以色列人这个名声哈。All the nations under heaven.Nations 指的天下的万民 So they will hear reports of you 这些人呢、啊、就会开始万民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听到有关你们的消息 Reports 报告啊听到有关你们的消息 And will tremble 他们一听到以色列民的名声他们就开始 tremble Tremble 是怕到什么程度怕到全身发抖那叫 tremble、啊、他们会如此之害怕 And be in anguishBecause of you, anguish 是非常的伤痛。家里面有人、去世了，难受了，比如说是、新冠的原因去世了，这个就是 anguish。所以他们会听到你们以色列人的名，就开始全身发抖，而且是非常的害怕。OK， 非常的悲伤、忧伤。Because of you， 都因为你们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些万民都会因此而害怕。26节 ，From the desert of Kedemoth, OK, 从这个 Kedemoth 这个地方的旷野，当然 desert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沙漠啊，当时叫旷野。从这个地方呢 ，I sent messengers, 什么叫 messenger? Message, 我们现在发短信有没有？手机我给你发个短信，那就是 message, 我发个信息啊。那 messengers 后面加 er 呢 ？messengers 就是。发信息的人送保护帮你送信息的这些人那就是信差啦、啊、那就是使者啦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Kedemoth 这个地方我要派使者派到哪里去呢 to Sihon 派给 Sihon 这个人 Sihon 我们对他很熟了他是 Amorite 的国王对吧 King of Heshbon 他是 Heshbon 这个地方的国王 offering peace and saying OK 所以我们要对他提供平安
和平。 OK， 所以这个使者去呢是报和平的啊，不是去那里逞凶斗狠的，用很平和的方式然后跟他说 Let us pass through your country。 所以这是上帝教导他们，你们派使者去要这样说话，要很完全是一个和平使者的口气。和平，我们现在 Let us pass， 让我们Pass through， 能够经过你的领地，经过你的国家吧，啊，你的土地，让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只是穿过，我们不是要来占你的土地，你放心好了。We'll stay on the main road， 我们会一直走在你这个国家的大道上，我们不会乱窜，不会跑到那小路啊、小山什么什么什么小小路里面、泥巴路里头去，不会的，我们就走一条大道，我们就是走这条大路，准备穿过你的国家的。We'll stay。Stay 是停留保留在 On the main road、啊、你国家的大道，我们一定走这个大路、啊、绝对不走小路。 Will not turn aside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Turn aside 是我们不会转向到旁边的小路去， aside 是旁边，然后呢我们也不会往右转，也不会没事往左转，我们就走大路、啊、你放心好了，我们是来跟你和平的。Sell us food， 你可以卖食物给我们 ，to eat 啊，我们没吃的，你们卖给我们吧，你们顺便还可以赚点钱。And water to drink 啊，也卖点水给我们喝喝吧。For their price in silver， OK， 所以呢可以用银两 ，OK， for in silver 用银子来算啊他们的价钱。Only let us pass through on foot， OK， 只要求一件事情 ，only。Let us pass through， 让我们经过穿过你这个地方，你的领土、哦、on foot 就是步行的穿过，我们不是说坐车子的。 OK， 好，29节 As the descendants of Esau， OK， 就如同以扫的后代一样，他们是住在那里，以扫的后代 who live in Seir， 他们住在 Seir 的山地哈。 And the Moabites， Moabites 是摩押人，对不对哈 ？Moabites 注意也是 ite 结尾。Who live in Air？ 他们住在 Air 那个地方。这些民族啊 ，did for us， 他们就是这样子帮助我们的哈。Did for us，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穿过他们的领土，我们也不骚扰人家，我们就走大路。然后呢，你们可以卖吃的给我们，卖水给我们，我们就乖乖的吃啊喝啊，然后我们就穿过了，就这样。就像那两个民族一样道理，我们也是来怎么样跟你请求，你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穿过啊。 Until we cross the Jordan into the land the Lord our God is giving us， 一直到我们 cross the Jordan， the Jordan 我们很熟悉啊，这是约旦河，一直到我们穿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入那一块地，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对吧。 into the land那块地是谁呢？是怎么来的？是 Lord our God， 我们的耶和华神呢，他给我们的 is giving us。 这个地方用现在进行式，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把土地拿到手，所以是正在进行之中，神啊正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 OK， 但是这个西宏王啊，这个西宏王呢，他好像这个想法不一样了。 The Sihon king of Hashbon refuse to let us pass through， 但是你要有的时候有中间有时空的切换哈、啊。摩西在讲话，整个事情是摩西在主导，所以他在口述历史。但是当时呢，这个 Sihon 的王啊，他是这个 Hashbon 这个地方的王，他怎么样拒绝 refuse to 拒绝怎么样让我们经过他的领土？他拒绝啊，这拒绝这个就不好办了，对吧？但是我们要走的方向，我们必须进入迦南地，这是上帝给我们定好的。那怎么办呢？ For the Lord your God had made his spirit stubborn and his heart obstinate, okay, in order to give him into your hands. 但是啊，这个时候呢，因为 For the Lord your God,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们的神，因为摩西现在在跟整个以色列的会众在跟他们讲话，所以说，但是啊，这个耶和华你们的神呢 ，made his spirit， 他已经让他的灵 ，OK，spirit 是他的灵 ，OK， 所以他的灵，也就是说他的心智、他的意志是这样的哈 ，spirit， 他的 spirit 现在是 stubborn 什么意思？我们讲一个人 stubborn 就是这个人怎么样，不会更改的 ，OK，
绝对不会更改。如果稍微强烈一点，我们讲的是说这个人很 stubborn， 是这个人不听劝，他一旦立下了志向，他一旦了决定了心意，他就要做。 OK， 比如说有的人他决定要做太空人，他从小开始立志做太空人，他不做太空人不罢休的，就是这种个性，这个叫 stubborn 啊 stubborn。 所以呢，但是你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呢，他已经让他的意志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刚硬啊 stubborn。 His heart， 注意啊这个地方 his heart， obstinate 就是他的心也是非常刚硬。那意思就是 stubborn 跟 obstinate 这两个字 描述出来，一个是他的 spirit， 他的心智，他的灵里面已经是 stubborn， 他的 heart， 他的心里面的心意已决，他的心意非常的刚硬，就是神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不会更改的。为了要干什么？ In order to give him into your hands， 就是神要把他交在你们的手中。这个 him 指的就是要把这个 king of Heshbon， 就是这个 Sihon， 神要决定把这个王交到以色列人的手中。 OK， 交到你们手中，任由你们摆布了、啊、神已经决定这件事情了。As he has now done， 就如同他 今日一样，后来这个王就是被抓了，他被、打败了嘛，是不是哈？是因为这个神已经决定了，神已经决定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所以我们前面用两个非常好的字，一个是他的 spirit 是 stubborn， 他的 heart 他的心是 obstinate， OK， 这两个字一看我们就知道。所以你认识这两个字的话，你一看你就马上理解神当时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定，不会更改了。你一看你就了解了，原来是这样子 stubborn and obstinate。 The Lord said to me， 这时候、啊、耶和华神曾经对我说，他怎么说呢？ See， 你看呢、啊、I have begun to deliver Sihon and his country over to you。 我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呢？我要把 Sihon 这个王还有他的国家、啊、他的领土这些全部都转到你们的手上来，交给你们了、啊、交给你。所以这个是 deliver to you， deliver to 是把什么送给什么人。比如说现在叫外卖，那个人来送吃的给你，他是 deliver food to you， 对吧、啊、送什么给你。 So now begin to conquer and possess his land。 Conquer 是什么样？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做这两件事情， conquer and possess his land。你们现在就要开始 conquer， 是打胜打赢他，克服他，战胜他。 possess 呢就是开始拥有持有， OK， 你就开始有这个所有权，他土地的所有权你就可以得到了、啊、得到这个 为你的基业了。好，32节， When Sihon and all his army came out to meet us in battle at Jahaz， OK，他们当时两军交战、交战，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西宏国王所带领他的军队， his army 是他的军队啊。他们出来两军碰在什么地方会面呢？ In battle at Jahaz， 在 Jahaz 这个地方是有征战、啊、有战争的。 battle 是打仗的意思啊。所以 the Lord our God delivered him over to us，又来看到一次 deliver to、啊、所以呢耶和华神呢、啊、他就把这个人就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呢当然就是他打败我们打赢，对吧？以色列人就打赢了。 So deliver him over to us and we struck him down。 Struck him down 就是怎么样？击杀。 OK， 你记得在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把所有投胎生的，不管动物啊人啊，投胎的男性的公的哈动物啊什么全部都击杀。当时就是用这个字 struck down 哈，这就是击杀。 OK，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个 struck down 的时候，就是要死人的时候啊，这不是一个好的字啊。所以呢耶和华神把这个王 Sihon 这个王就送给以色列人了，所以呢就把他击杀了。 OK， together with his sons， together with跟他一起被击杀的还有什么人？什么什么人也被击杀了？谁呢？ His sons， OK， 他的儿子们。 His whole army， 当时的战争很残酷的，一打起战来是武器是不认人的，所以他的儿子们还有他的 whole army， 他全部的军队 whole army 都给击杀了。 At that time， 就在那个时候，
We took all his towns. Okay, 我们把他们所有的他们的城市城池都夺过来了。All his towns. Okay, and completely. 我们又看到了一次这个 completely. Completely 就是完全的，一个都不剩的，完全叫 completely， 完全的。Destroy them， 把他们全部都毁，都消灭啊，都灭了。Men, women, and children. Okay.男人女人什么孩子什么全灭了。 We left no survivors. Survivors 是什么东西？ Survivor OR、啊、是指幸存的人，留下来的活口叫 survivors。 这个地方 We left no survivors 就是一个都没有让他们留活下来，一个都没让他们活，全杀光了啊！ 34节。 But the livestock 是指的牲畜、啊、这些牲畜，活的牲畜。 And the plunder 是掠夺的东西，抢来的东西。 OK， 我们抢来的东西，我们打仗打赢了就可以 掳来的这些东西叫 plunder。 From the towns， 从城里面我们搜刮来的这些抢来的这些财物啊。 We had capture， we carry off for ourselves。 所有 capture 是抓到的意思， capture 就是我们凡是在城里面所抢来的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抓到的，能够掌握的 capture， 我们都怎么样 carry off for ourselves， 我们都把它 carry off 是把它拿出来 carry off、啊、就好像你扛在肩膀上一样，就作为是给我们自己的，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我们打赢了，犹太人打赢了，这些人家的财物啊，人家所有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吧、啊、打赢了嘛，所以人家的财物，人家的什么东西你都抢过来了，都变成你自己的。36节 For a roar on the ring of the Arnon Gorg、okay? A roar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哈，这个 a roar 这个城它是 on the ring of， 所以我们一看 ring 的话呢， ring 就是一个边界上面，这个 ring 这个字可以在很多的边都可以这样叫边哈，比如说城市的边缘那个是一个 ring， 对不对？衣服的边边 ring， 看到这个 rim 它也是指它的边，比如说我的裙摆 我车一个金边，车一个红边，这个叫 ring、okay? 我的领子旁边做一个边，立起来的边，那也是 ring、okay? 好，就在这个 Arnon Gorg 这个旁边的地方。 In front of town in the Gorg even as far as Gilead、okay?所以从这个城市 OK， 在这个 Gorg 这个地区呢， as far as 甚至远到 Gilead 这个地方，直到 Gilead 基列城 OK， Not one town was too strong for us。 所以他们打的这一片是打了很大一片，把人家的城全部都打赢了 OK， 而且一直打到 Gilead， as far as Gilead 当时是一个 很有名的城啊，打到基列城去了，没有一个城池是对我们来讲是太强壮，那意思就是怎么样，每个都是轻易的拿下，轻易的拿下。 No one was too strong， 没有一个是太强壮，那就是每个都不强，对我们来讲、哦、非常如囊中取物一样，太容易了。 The Lord our God gave us all of them，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把这些所有的城池都给了我们啊。没有一个是我们拿不下。 But in accordance with OK， 根据什么东西呢？ The command of the Lord our God， 我们根据这个耶和华神 OK， 他所规定的 command 是他的吩咐，对吧？上对下，他给我们耶和华神给我们的这些吩咐呢， You did not record on any of the land。 record 就是说你没有去 encourage 就是你没有去靠近这些地方，你没有去取这些地方，因为耶和华神事先有交代 OK， 我把什么给你，什么你不能碰 OK， 所以你们就没有 encourage 去靠近什么地方呢？ Any of the land of the Amorites OK， 所以就没有去拿这些 Amorites 他们的地方。 Neither the land along the course of the Jabbok nor， 所以这个有一个 neither nor，也不去靠近这块地，也不去靠近那块地，那些我们都没拿，因为这些都是耶和华神不准的啊。Along the course 呢，就是说
所有这个靠近这些啊山地的地方的 Jabok 这个地方哈 ，Jabokov 那个附近的那些地我们都没有拿 ，nor that around the towns in the hills， 还有这些 hills 是一个山坡比较有山地的地方 ，OK， 山地的地方，所以 hills 都是高起来的地，那些地方我们也都没去拿啊，附近的这些山地什么的，神不准的，我们就没有去拿 ，OK， 好。我们这一章讲完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里看一下我们这个 Deuteronomy， 注意哈 ，ronomy 是它的重音所在。OK， 好，我们今天讲到第二章的结束哈，然后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明天我们继续，然后我们啊把时间要准备交给主持人，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巴父神，真是感谢你啊，我们接下来要做领读跟读的工作。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今天所有平台上的事工都交托在你的手。神啊，我们渴望你给我们在学习之中有帮助，我们渴望每一个人的眼目都能被打开，我们渴望我们今天的老师，领读的老师能够更有爱心，更有耐心地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进步，我们每天不只是英语上的进步，我们也从圣经的语文里面学到你的话语，我们更加的爱主，我们更加的渴慕主，我们更加的希望能接近主，接近福音的大道。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